叶飞，没事，我在呢。我都知道了，你是为了我。以后我不会再逃避了。嗯。叶飞，这次换我来守护你吧。我还没有吃晚餐呢。我们去哪儿吃？你想在哪儿吃？在这儿。现在呢？ 这儿怎么样？空气好？太空旷了吧？这儿怎么样？我们还没约过会呢。明天约。 你看看，如果可以，真希望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约会。你好，干呢？不小心买多了，你帮我分担一下。好，帮你吃，帮你吃。欢迎大家来到亚特兰蒂斯水世界。你害怕吗？我的世界里没有害怕这两个字。